好，我们来因式分解这个式子。这里有个3 x 减2可以抽了，哦，这我把它对掉以后就多个负号，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负的哈，3 x 减2，那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我把3 x 减2抽出来，那这负号的话把它拿进来，哦，负1乘以这个就是负5 x 减7啊。 然后呢，这里哈，这是减的，减掉多少呢？3 x 减2，哦，就是3 x 哈减2。好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负 x 减3 x 就是负8 x。啊，负7，负得正嘛，负7加2就是负5。哦，负7加负嘛，那负号可以抽出来。 所以负的3 x 减2乘以多少？8 x 哈加5了。哦，这个就是答案。哦，负的3 x 减2乘以8 x 加5。